大学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，是一个追逐梦想的地方。这里的纯粹包容我很喜欢，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啊，我会变得更好。我觉得在福建师大追逐梦想也充满着诗意。我想把兴趣变成未来的事业，那种成功的感觉是双倍的自信。我的老师也毕业于这里，他说过有心被照亮也想成为光。你是为了什么而奔跑？为了让未知化为答案，以无数答案构筑可见的未来。为了把好奇变成热爱，在每一次的挑战中竭尽全力。你再多做几次数据，你应该把这两个数据加一下，写到这边。各位同学，大家上午好。为了使理想成为现实，进行了课堂观察。这是每一个课堂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。向自己选择的方向勇敢冲刺。平静也可以富含力量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，尝试撬动杠杆的另一端。队长，陈列量不够怎么办？这两个化合物在液相中分不开怎么办？队长，我仔细检查了一下，这些数据偏差都非常大。队长，这实验现象与理论不符怎么办？队长，怎么办？队长。说这一次是线上面试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其实我还不……哎，欢愉，跟你说啊，最近的那个考研，哎呀，这个别费了，我今天是李佳怡老师来我们班实习的第一天，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一下。你是为了什么而奔跑？佳怡同学，不用紧张，第一次上台，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，有我们在背后支持你，加油！是为师承，众教亲学，求实创新。加油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加油！是为突破，砥砺前行，不负韶华。我们成功了！同学们好，老师们好，我们团队主要解决了肿瘤治疗里。是为梦想，几代青年以梦为马。考官您好，我是一号考生，我叫赵思成。是为更好的未来。是不负热爱，共赴山海。助你奔向理想人生。福建师范大学。